哟，干妹。呀，咦来了。干妹，来我给你买点东西喽。今天吃饭可吃的嘛，我买点个豆苗子来，弄豆花来，回门来吃也没，不是嘛？不是，这个啥？你看，乖点呀，不要耽误你也没好。我给弄去喽。莫打个腿烂了，不是嘛？那么子腿才还要好的。就是啊，我晓得，莫打个烂喽，我晒天来整去。要得。要弄腿你不是要给他洗的噻？洗腿子洗呀，洗呀，那就干喽，那还洗。我洗个脸，洗大牙。这是不是换别要个说法吧？不是弄东西啊！干什么了？有点事。到家喽。哎，老汉有点嘛？好呀，好的。老汉要去了。看个倒倒的，倒面多少钱去？干几天我工，我打水给点去。你看见他们的豆花好得很。比俺老马店好厉害哦，红哥店豆花嘛也是跟我学的嘛。还学会了啊？好，来再打算啥？再打算嘛？再打算俺马店。抬把抬起来，不要按那么的，你好，要得不会就脱干了。好，听说你要刮得洗干净，你要得了，我抬盒子的。我大贵了，你跟老公们陪着弄得了。你弄得一样的。你弄好吃的，我要看到是你。我还是你弄得好。哎呀，你跟弄。来吧，兄弟，你看了你哈。不要摔了，要没不要摔了，不要摔了，摔了一烂的姐也都累得很。你有了丢了。哎，不要丢了嘛！你看，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懒得给你捡了。抓到，你看嘛，那捡了用来好了，不好。去，看要得没？累乎乎的，那是不是改成坨坨？好，那再改成坨坨，路就没有车了。要得。打成片片，这种就跟那哈我们住的家常豆腐差不多。哦，南瓜。嗯。好了。哎，我给你挪去。我在那大号不？不大，稍微小点嘛。对。今天过去，今天晚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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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
吃了，尝了就得走。要得，什么名字？走，吹吹头。来来，你也吃吧。来吧。稍等会儿。你妈搞的比较些七月半是什么幸福回不了的没有？就弄点好吃的吃，才等着我的。你不一定准备吃哪样。我们这就是吃了，回味串串，回味。好吃不，女孩？你去年的吃它，我马上就读书了。没吃的，你很棒的呀。